变白的。对啊，太脆了。你要小心一点。那你要走这边吗？啊？你要是左边吗？你的绳子一直要挂在脖子吗？他还没有挂快扣。对。拿。至少中间弄一个固定点。Thank you.
等一下你们砍那个白色的比较好砍，那个透明的那个很难砍。超硬吗？嗯，而且比较贵。